好像在按摩的。嗯，哦，爸爸第一次帮小朋友拔牙嘞。来，我看，还没掉啊？还没掉了。还掉了，那要我把它拔下来吗？我先洗个手吧，好不好？我把牙齿送掉了。要不掉了怎么办？你坐好，你坐好，你坐好。小姐第一次来吗？有没有认识的牙医？他已经剩下一点点皮粘住而已吧，一点点东西粘住了。这个人不痛了。一点也不痛了。好像在按摩的。嗯，哦，爸爸第一次帮小朋友拔牙嘞，好兴奋哦！来，喜欢就有拔牙的，记得在底下留言哦，记得按赞分享哦。好，记得拔我的牙齿呢。你现在没办法讲话，对不对？所以等我讲了哦，好不好？哦，有没有好好玩拔牙齿？应该好玩哈。哦，第一次帮小虎拔牙齿呢，哎呦！要不要用个纱布给你？我先跟妈妈讲，拔掉了。哎，坐好，拔掉了，它那个已经松掉了，整只快掉了，我就一摸。一拉就下来了，这会太大。你这样牙齿缝隙这样咬着，对，咬着就好。对，它这样按着止血，懂不懂？好可爱哦！想起来，像明天去台中可以吃东西了，对不对？牙齿掉了就可以吃了，可以放心的吃了。等一下要爸爸刷牙。好尖哦。嗯。这底部啊。这不是卡一根饭粒啊？好像是哦。那好像是饭粒。等一下你帮他刷牙，刷一刷再把它收藏起来吧，要洗干净了，要爸爸你。真是啊，你自己拿那个有问题，好像卡一个小饭粒上去。来看我啊，三，要有牙齿的，来，三二，看爸爸，我可以 po FB 吗？不要。为什么？第一次帮小朋友拔牙有点恐怖啊。不会啊，爸爸一开始觉得很恐怖啊，但是至少硬着头皮拔，然后呢就摸下去，然后发现轻轻一碰也没有轻轻这样，咦，它就掉下来了，表示原本就已经掉了，只是爸爸把它拿起来。这样子啊，这是它的皮啊。对啊，剩下一点点粘住而已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好好玩哦，下次再来找爸爸拔好不好？好啊。上次妈妈说我帮你拔，就拔不下来啊。前几天吗？好像很久，很久啊！不能破 FB 吗？哦，好兴奋哦！算了，你破完想破就破。真的可以？真的。真的可以？真的。好，那你把它咬住，咬用力一点。咬用一点呢，它可能，譬如说你流血，你把它按住，就不会流血。就是附近把它按住，要血液的，你就不这边比较少血液，就不会流血了。然后慢慢，他这边的东西就会血小板就凝固嘛，所以你不要讲话，这样，真的可以破 FB 啊、哦？这样会被人家骂，太狠，这老爸好狠，自己拔牙，对不对？但是小孩叫他拔的不行啊。哦，对，有影片就很，那小孩说可以破 FB 吗？可以啊。好。那你自己选一张比较帅气、比较好看的照片。啊，这张没有看到那个。这张就有拔牙的感觉，对不对？而且好像还在笑的样子。对呀、啊。然后这张，再这一张，这张好，两张好不好？
我们可以说是你自己要让我 po FB 的吗？嗯，好，可以啊，我本来就想让你 po 啊。好啊，2019 05 10第一次帮小虎拔牙，要说你叫我 po FB 的吗？第一次帮小虎拔牙，然后就说小虎叫我帮你拔，小虎叫我帮他拔的，对不对？嗯，我刚才不是就有说，对啊，请你帮我拔吗？然后他也说可以 po FB 哦，是不是？嗯。你好像在写日记哦。对呀、啊，就跟我们录影片一样，其实都是记录东西而已啊。可以 po， 你会很开心。嗯。他也开心的说，好不好？嗯。可是你现在真的有开心说吗？这样给我来呗。哥哥们，哥哥哥哥哥哥！我愿意我们要一起去找哥哥找找找找找。嘿嘿，这样就好了，好吧？什么？跑出去啊！跑出去啊！你没有先检查过？这样可以吗？嗯。好，给哥哥看一下。嗯。拜拜。那我们这个影片可以 po 上 F， po 上 YouTube 吗？嗯，可以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，那我剪完以后你再看好不好？嗯。要你这个影片，你要你同意才可以 po， 好不好？嗯。嗯，好。那我们要做 ending 了吗？喜欢我的牙齿，可以按赞、分享，还有订阅牙齿的小铃铛哦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妹妹，下次你牙齿给爸爸拔好不好？姐姐会不会痛？你说，姐姐。嗯嗯。一点都不痛，给爸爸拔牙齿一点都不痛啊。像吃馒头一样。像吃馒头一样，轻轻松松。在哪里？洗好了吗？还没洗。等一下洗干净呢。嗯。有洗。你在讲什么？掉牙的时候很不方便的原因是，因为它那个掉牙的时候啊，你那个牙齿一直在晃，你也很怕它掉下来。所以呢。我妈叫我爸爸洗脸。吃你喜欢的东西都只能咬小小口的，没办法像刚才一样。然后呢，掉了牙齿已经像一只很松很松的松。啊，这是今天晚餐。是鲑鱼沙拉。今天是鲑鱼沙拉，对不对？嗯。晚上吗？有人要吃到今天晚上吗？刚才照片刚刚跑出来啊。那你要不要放那边呢？这是纱，这是纱布。你还想讲什么吗？没有了。嗯，你掉牙的时候可以请家人拔，或者请牙医拔。掉牙的时候可以请家人拔，或是牙医拔它。还是拔牙的时候，掉牙的时候，拔牙的时候，嗯。等一下洗澡的时候就可以先拿掉了。已经过了5、6分钟，快10分钟了吧，对不对？第一次拔牙这么好玩，对不对？这次拔牙没有好玩。7天了、哦，快掉7天间才拔下来，是不是？应该是快2个礼拜。
你拔七颗了。哦，爸爸很会猜，对不对？就是掉完八颗就好，不是啊？那你小时候牙齿谁拔的？哦，幼稚园的时候，有一次去那个，对不对？妈妈有拔过。我记得有一次是那个医院那个牙医拔的，对不对？没有吗？他没有去给牙医拔过，没有。吃饭掉了。哦。姐姐跟妹妹讲拔牙会不会痛？刚才讲过啦，要拿出来吗？嗯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下小铃铛，要分享留言哦。那我下次见，拜拜。哎呀，你来订阅我啊！小黑子。记得在底下留言哦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